大家好，我是 KCS。之前的剧情呢，我们已经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搞清楚了，就等于说为什么人类会灭亡，然后为什么，又会出现一批新的人类啊？这个事情的起因啊，和之前的事情起因的经过都已经非常的清楚了。现在呢，我们是根据剧情需要啊，我们是需要防止这个暗影卡尔加的人去攻击诺拉族，所以说我们需要回去一趟。火鸡皮终于出来，火鸡皮，我们看做什么？兔皮、鹅皮、火鸡皮，还需要兔皮。它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好像不能太靠内的往前移动，所以说我们只能选一个比较近的点进去。你就从这边进去吧，估计可能门口就会触发剧情，打针还怎么的？现在呢，剧情后面估计也是想要让玩家知道这个圣母之剑里头到底有什么东西，然后打开那扇门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套系统就那套，哎，我走反了吧？那套就是让他们产生认知的系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因为按照理论上来说，就是他们那一批2063个人吧，好像记得还是62个人，他们应该理论上应该说出生之后就应该知道理解，有产生一定的理解，然后知道一些东西才对啊。但是并没有很完美的传达，好像只有语言是非常完美的传达了出来，语言系统。这裂化者，我怎么打他呢？这边连掩体都没有，虽然挺黑的，我就利用这个黑去打吧。裂化者的话，看捆估计也捆不住吧？啊，不捆，这个炸他估计也炸不出什么东西来吧？我们就用神射攻打。估计要打好几炮才会死。躲到水里头去，让你找不到我们。打狙击战，真是。哎，我不想，我要能爬上去吗？OK，我就这么混进来了。哇，好多人！我靠，死亡信使都有啊，这么神！杀掉一个吧。他主要是这把大弓射，这个叫什么神射弓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控制的太低，然后装膛速度较慢呢，所以说这点非常的麻烦。就打近距离的话不是很适合，但它伤害高，就能保证一枪就击毙。近距离的话，因为后期怪他会出那种重装兵啊，你轻功就算爆头也不见得能一枪啊，一箭就把他射死了，所以说也挺尴尬的。如果近距离砍杀的话，也会被人发现，因为你有一个后置动作，收集点血。好像并没有人，就前面这波人一走过去就没了嘛？难道说他们还没有完全攻进去吗？哎，对了，
我记得好像整套系统不是已经写完了吗？理论上我们应该是可以直接进入那个内部了，不会说，我觉得剧情有可能是说，为了保全这个族人，结果所有整个全族人都退守到那个区域里头去，就那个山洞里头去啊，这个我觉得很有可能，然后就开始过去了，像啊一群医生一样的，干，吓死我了。话还没说完呢，这人也太多了吧？你们要这么密集吗？而且都是不可以秒杀那种。哎，哦，差不多是这样，吓死我了！干，怎么没射中呢？奇怪了，看。这模组能不能好好做啊？哎，我只想能有一批没有被控制机器给我来用嘛。那我用迷之登山法是吧？呵呵，这个时候玩迷之登山法，不知道能不能爬上去啊。用这种迷之登山法，我已经爬过好多山了，好多原本需要我通过某种特殊的点爬上去，我就全部通用过我这个。迷之登山法进去了，呀，我先看下地理位置啊，我看我可以直，能不能直接走到里头啊？哎，我不想跳了。雷霆崖，裂化雷霆崖，干！我刚才干了一只，在之前又打了一只裂化雷霆崖，但那只那货真的很烦啊。嘿嘿，这怎么是 bug 路线啊？超 bug！迷之登山法，是不是有一只雷霆？从这边看不到啊。继续爬。哎呦，滑下来！击败入侵者，真的？哎，雷霆崖真是裂化雷霆崖，有点麻烦。有小其他这些小只的话，我并不是很好去处理这只雷霆崖，因为雷霆崖的话，它身上炮实在太多了，而且一直移动的话，真的是对我行动非常的不利。好在它看不见我，我现在必须得炮轰它了。拿出我们的撕裂弓，然后去撕裂它嘛。Finish the job。地上还有一把武器，这什么东西啊？死亡性使得，哎，可以拿一下。看啊，哎，什么鬼啊？我在想，雷霆靠雷霆崖的火力竟然还打不穿这个炮吗？哦呦，哦呦，哦呦！哎，算了，我去烧了雷霆崖算了，这个。OK，来吧！炮呢？说你身上炮不见了，这不是说好的不一样吗？哎，对，你炮呢？这为什么少了一个？
OK， 来吧，吃自己吧。应该还有一门炮，不然还有还有。哎呦！呵呵呵，让你玩。呵呵呵，把身上东西全炸光，但很难中啊，中啊！哎呀，没中，没弹药，哎，这样就。弹药时间啊，真的就是，这雷霆侠身上有两门炮不见，那两门炮可以拿起来继续干的呢，就可以完全可以秒杀他的。我看看他弱点到底在哪，头上是有吧，拆了，不要脸，底下还有一个。拆了，拆了，全给你拆了，我在你肚子上拆，拆了，哎呦，干你！这尾巴上还有吗？你看他把东西拆光了，也就是个大弱鸡，用头攻击了是吧？拆了，干的，烦呢，肚子不是很好拆。哎呦，我看看到看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哦，来吧。最后给我捡到了一个东西啊，真的，它其实应该是总共能有大概三门炮左右都可以捡起来玩的。东西又满了，我先看看身上又开始摔一些，哎。连绿的都丢光了，该丢蓝颜色的东西。火焰抗性摔了，我就不要抗性，从来不对抗性。雷霆侠头巾是不是可以拿一个？我雷霆侠一发现两门，两个炮给我来用了，算捡点东西吧。回复一下物资啊、哦，这次这蓝神龙特别多。哎呦，我想要电那个电线啊。电线用的特别多，电线也不是很好刷，说实在。基本上都一直在捡电线啊，然后燃料啊这些东西，冷却液是从来不捡，太多了。草药倒是要多捡一点。其实我对我来说，主要用的这个材料就这么。就这么一两个，主要是那几个，其他大多数可能都是打属性攻守用。我又不打属性攻，因为属性攻说真的，你还是最终输出还得靠直系输出。我估计属性攻可能在最后我是会考虑去用一下，但是这个属性攻只是说打特定的目标会用一下子。
我们也是应该到那个最终的谁点的？哦，对，我还是少拿一样东西，就还没去呢。等于说我们要打开这扇门，到这个里头去。其实我们是应该系统意外所产生的一个原本应该是在可能几百年前就应该是人类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出现，结果我们没出现，到现在才出现，是为什么呢？最终我们还是进来了，但到底头是什么？是什么都没有呢？还是什么都全新呢？我都很在意。看起来样子还挺新的。也挺破的，乌西亚九号。大多数地方好像都被故意封住了，有种直接走完的感觉。哦，哎，直接有紫色东西拿呢。搁浅的玩偶，这是可以换道具。应该，我觉得是场意外。这个还有画画呢，这应该是有人在这里头长期住过才会有这种情况吧，而且不止一个。婴儿房。还有玩具呢，超好笑。这是机器人啊！小屁孩啊，这是一旁小屁孩的故事啊，真是。啊，哦，这是一个，看啊，仔细看一下。
这是一个机器人，不过已经烂成这样子。我们继续看看，又有个机器人了，这不也会的吗？幼稚园，该分很多很多部门啊，这个育婴房、幼儿园、幼稚园。又是个机器人。感觉好像他们写的这个盖亚系统好像有点弱智啊。理论上这套系统应该都是归盖亚所管，它有自己学习功能啊。可是啊，它应该，它应该至少说能啊预判一些情况，而且产生一些比较合理的对话才对。我另外好奇就是为什么盖亚没有直接变成一个破坏性的系统呢？等于说赶他们出去了，就这意思。人类已经要开始自己生存了。这后面有秘密。哦，等于说他们根本就没有使用阿波罗的整套系统，他们这套系统有，但却没有用。
现在呢，我们也是把剧情看得非常的透彻，也知道这个事情原因。的确是盖亚这套系统的确是很牛逼啊，可惜很快啊，从一开始就没有在运作，全部都是靠机能自行的。shit，机能就靠这个最初的指令啊运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等待着盖亚重新启动了。等于说我们还要去找盖亚。然后顺便击溃这个 Hades。我们要去救市了。老太什么意思？什么鬼？结束了吗？这部分终于要结束了吗？嗯，终究还是没有找到电池啊！看来电池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找了。这样的话，我们这期就先新主线崩垮山啊！好，终于到崩垮山，我要49级了。我在想这游戏最高级能出到多少级？因为我现在升级都除了加血之外就没有任何意义啊，因为我技能已全满了。好蛋疼，那这样的话，你还给我加什么技能点？我都不，我都已经不需要技能点了，真是。然后，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录到这边，让我去崩垮山，完成这个。哎，这是在哪边啊？地图给我显示一下，那我大致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啊，果然是这个点啊，这个点它这边是被卡住，之前来过这，但是进不去。这边还有一个小 boss 级的怪，哎，很烦，但是已经被我打死了。那这样的话，我们这期视频先录到这边，大家拜拜。